こんにちは，我是 Hana。 今天我要唱オトナブルー和太陽がくれた季節。下半场是孫は優しい的各种含义。新野看看他们。在歌曲之前，今天的一天日语。今天是今，当季不是过去，也不是未来，当前。两首歌的歌词都包含今。视频是歌词的提示，我模仿歌手，好吧。新しい学校。日文，新しい学校のリーダーズ。オトナブルー。開始啦。In 日文，新しい学校のリーダーズ、オトナブルー。四人女性ダンスボーカルユニット，穿校服唱歌跳舞。今年2023年，オトナブルーの首振りダンス（Neck Isolation Dance） 将成为抖音上的热门话题。该组合成立于2015年，但他们在 Lotte。Fitz 广告中说着他们都娘娘娘娘娘，这句歌舞而成为热门话题。目前他们还作为舞蹈编导活跃，并且例如海外单独公演的门票售罄等非常活跃。下面是青い三角定規、太陽がくれた季節、開始啦。見つめているの、若い悲しみに濡れた瞳で逃げてゆく白い鳩、それとも愛。君も今日からは僕
い日々を。1972年、青い三角定規、太陽が暮れた季節。这是校园青春剧的代表作《飛び出せ青春》的主题曲。这首歌被收录在音乐教科书中，也被作为合唱歌曲演唱。它也被用作多部动画的主题曲，例如 TV 动画《潔癖男子青山くん》的片尾曲。当时，青い三角定規是一群一女两男。当时记录封面照片中使用的服装是由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设计的。怎么样啦？从这里开始就是孫は優しい的各种含义。除了中文版外，该节目还有英文和日文版本。日本时间，中文版在每周日下午五点，英文版在每周三下午五点，日文版在每周五下午五点。今夜看看他们。再见。See you soon. Bye. ではまた。